好，我是亚梅。作为 Living Pure 高级私人会所的一号会员，今天非常有幸应邀来到 Living Pure 尊享会员早茶会。每次走进 Living Pure 都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利珀私人会所位于维多利亚港，坐拥着超凡优雅的宜人水景，这里为大家提供了立体的纯正澳式健康生活体验。今天的活动邀请的都是 Living Pure 的尊享客户和会员，品牌创始人徐娟和她专业的营养团队为我们准备了雅致的早茶点心，不仅香气扑鼻赏心悦目，更不失健康营养。品一口名茶，吃一口甜点，再和三五好友聊聊天，身体与性灵均得到放松与升华。这份惬意正是利珀 Living Pure 骄傲呈现的享脆人生的生活方式理念的一部分。其实健康生活包含的内容很多，身体锻炼、饮食关系、工作、爱好和自我关爱等等，而我们要把这份理念贯穿在生活的点滴之中，安享自然之粹、生活之美带来的乐趣。 Living Pure 2023年尊享会员之旅已经全面开启，100位会员资格也在全面发售之中。在这里，我们不仅可以相约老朋友，还能结识新朋友，更可以跟着 Living Pure 专业的团队一起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。2023年，我们推出了利珀尊享会员制，邀请与我们同频的会员朋友们，跟我们一起踏上 Living Pure 利珀之旅，体验各式活动，异彩纷呈，美食菜谱一应俱全，营养资讯应有尽有，社交热议精彩不断，一起去探索这个包罗万象的澳洲健康生活方式，一起共享自然之粹，生活之美。如果您追求这样一种高品质的健康生活方式，品尝营养美食，欣赏时尚潮流，探寻新鲜去处，更爱社交与烹饪，那么请加入我们。